盲区。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这个工具，天马行空了，忙着呢。哎呀，啊哦，嚯，孤独的背影，都这样来了，木有计，跑，赶快跑，自信度拉满，什么东西？对，哦，不错。有时候年轻的时候，他可能固执的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边界。对，我就是要这样，你管我。但是当你长大之后，对你发现也没必要。当你没有话语权的时候，你要争取自己更多的机会。他不是说很故意的说，我为了完成这个工作，我要给那个小孩子东西啊，对吧？或者照顾别人说你没有点餐，我帮你看一看。他是真的是在关心别人的感受，所以我觉得这点很重要。其实现在真实的那个情感的迸发，就大家都会很珍惜。不用想说服，不用想急切证明，你就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时间他会证明一切。哎呀，辛苦大家了。